你以为的迪丽热巴，迪士尼在逃公主。高贵冷艳红毯女王。2020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人气电视剧演员。大家好，我是迪丽热巴。傲娇女王。那没事，咱们现在走还来得及。我坐好了，别动。我就受不了你们这帮人自以为是的德行。那你把我带过来干嘛？我还没吃饭。走，我今天先砸他们。事实上，是个二憨憨憨憨憨。来，给大家尝一下，来分享一下口感啊！这个其实是它那种不会特别甜的，然后它全部都是自然的水果的那个甜。啊，太容易了，给它整断了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那一会儿再说吧。嗯，没事儿啊。那你看，就按这个水。名字非常的有意思，叫做真的是热巴，为什么会想着取这样的一个名字？啊，因为怕会有很多假的热巴，所以我是真的。我相信应该是当你注册迪丽热巴或者热巴的时候，会有很多那种早就已经用完了，对不对？好多人都在用热巴的名字在注册，所以。